暗黑势力即将入侵地球，而来自夸克星球的幻之星、巨之星、炎之星、石之星、月之星将合体组成蒙骑士团，不畏艰难，以信赖、勇气与牺牲的精神团结一致，展开对抗暗黑大帝以及守护地球的神圣使命。毒片上面，我竟然感应不到任何下毒者的心情。这毒片里怎么会有暗黑力量的存在啊？不可能啊！在结界里面，只要任何一点暗黑力量，就会被发现的。这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，因为邪恶势力它无所不在啊！火火烈焰，杀！为什么你在新生晋级考试的时候跟大家开这种玩笑？我感觉不到死卷死的存在。你不要跟我撒谎！我就明明看过你使用火的实践石，是药丸是没有了，我得立刻行动才行。既然你的实践石没了，只能用我的来弥补啊。可以啦，魔法一转，转转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份小礼物，我对我上次无礼的行为向你道歉。奈亚公主陷入危机，马上启动最高级战备状态，拯救奈亚公主。发现了，不行哦，同学，地下水道是学校的禁区哦。哼，既然被你发现，就不必继续跟我演戏。我的身份和目的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就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才想提醒你，要走的话，赶紧自己一个人走。因为你是带不走奈亚公主的。哼，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可能。枯萎树，去去消除。柔柔软软连营咒。奈亚公主，我全部一起来吧。魔法统术开，不动山进入魔幻世界。公主看起来像是被控制了，她是中了人偶咒，我来解开。魔法金剪刀，剪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奈亚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发生什么事？他应该是暗黑组派来，因为他的目的想把奈亚公主带出蒙学院。他身上的暗黑力量很明显是被压抑住的，所以刚才他没有把他的能力完全施展出来。不过，我担心时间一久，艾瑞克会长的瞳术没有办法把他完全压制住，所以还是赶紧交给他的主任吧。Attention! Yes, sir.奈亚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主任，我没事，不过你看起来比较像是有事的样子。没有，那吓昏了呀！
兰公主，兰宝，那帕主任，还是给我来吧。好，魔法无心术。首先，危机解除，教皇磊就交给维多利亚老师待在办公室守着。第二，艾瑞会长护送奈亚公主回到宿舍。第三，蓝宝出事了，我们赶快赶到保健室了解一下状况。第四，原地不敬礼，解散。Yes, sir。护理长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啊！珍妮，你醒了，啊，穿外套才不会着凉啊。主任，哎，蓝宝怎么了？蓝宝他为了你，把他身上的死卷纸全部给你了。啊！现在变成他自己有生命危险了啦。哎呦，蓝宝他。我用能量探测器测量蓝宝，结果发现他身上的十卷纸一点都不剩。哎，蓝宝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做这么糊涂的事情呢？你不知道这样子等于是害死你自己吗？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蓝宝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抛下我？你不是说好了要同进退吗？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就为了留下来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啊！哎，大田的护理长，蓝宝，他现在到底还可以再活多久啊？一旦失去十卷纸，生命动能就会慢慢的消失。根据我估计，在一个小时，蓝宝的心脏就要停了啦。对了。帕主任，护理长，这是我在夏光磊宿舍找到的，里面装的是他偷了珍妮的死卷纸。我的死卷纸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难怪你会变得如此虚弱，就是因为他偷了你的死卷纸嘛。既然找到了珍妮的死卷纸，是不是代表蓝宝有救了？没有办法救。为什么？因为啊。史卷史的转移啊，是必须具有转移能力的魔法才可以的。这很简单啊，我请艾瑞克会长调阅学生名册，找到有转移能力的学生就好了。还是没有办法救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？你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转来转去呢？你当着乾坤大挪移啊？主任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我找到珍妮的史卷史，也没有办法转移吗？是的。既然这样，蓝宝把他的十卷纸传给我，用我们转移能力，把十卷纸转回到蓝宝身上就好了。可是现在的你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啊！因为每个夸克人天生只能拥有一种魔法。虽然你现在身上有蓝宝的十卷纸，可是你本身拥有的能力是火的能力，除非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训练或者是融合，不然。蓝宝的十卷纸只能维持你的生命动能，不能让你拥有它的能力啦。那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蓝宝死掉了。蓝宝就要死掉了。我不要。蓝宝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对我来说，他和玛丽亚妈妈一样重要。大连护理长，我知道最厉害了。你不是说这学校少不了你吗？所以你一定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救蓝宝，对不对？你赶快告诉我，你赶快告诉我啊！对，我知道我真的是很厉害了，那是在大部分的时候，现在没办法。帕主任，求求你救救蓝宝好不好？你开除我没有关系，我可以不用去留在蒙学院。不过拜托你帮我把蓝宝救醒，我拜托你。啊，这不，哎呀，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唉声叹气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哎，
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维持蓝宝的身体机能。我会请魔法预言书尽快的通知校长，请校长快回来。不管是蓝宝的事情还是夏光磊的事情，都必须先禀告校长，等校长裁夺。珍妮。